我的腿因他而废。北齐战败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破，他们要杀唯一的首领。下一步，莫非是对手实力强？司令令，我知道。陪我出去了。消失了一次，又叫他是来了京都。为明日，谁对此事说京都，除了陛下也该换。本坦，前巡。那我所有人，我和本李年殿跟王启念。好吧，说正事啊，不定也算是件盛事。定了，太后会把钥匙放在那儿，所以翻掌需要花些时间。他枕头蛋干。老太太寡居多年，这是小姐当年远婚。确定钥匙在哪？好像有人来。启年殿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大人，我听说你得罪过。如果是我更烦了，一定把我给千刀万剐了。他去和北齐使团谈判。范闲这样的人。我跟范闲相见不多，却不为知己。范闲啊，性子跟我一样，不是甘居人下的。